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的，我愿意接受处罚。雨晴啊，这次你们能够把心脏安全、及时的运送到上海，雁西医院和普外医院还有患者家属一起向你和你的机组成员表示感谢呀！来。 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两个医院和患者家属的感谢信，锦旗和感谢信呢，是雁西医院派人送过来的。他们说心脏移植手术非常成功，他们还请求务必要表彰你们。所以，我们开会一致决定，关于你们迫降无锡的事情，不予追究，而且公司还要表彰你们机组。 对了，那个 VIP 的投诉，那怎么办啊？那个主治大夫啊，已经出面解决了。主治大夫？嗯。我想问一下，那名医生叫什么名字啊？哦，我好感谢人家。他叫徐清风。谢谢，谢谢大家。 一厢情愿的以为，严防死守是勇敢，真情流露就是懦弱。徐清风，雁西国际医院心外科副主任医师，协和医科大学博士学位。至今为止发表医学论文，其中11篇刊登于。